爱永远是突然降临的，只有从来没有爱过的人才以为爱是一个感情渐变的过程。除了我，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。我晕了。想请你帮我找律师。我必须做出最痛苦的决定。把你救出去的，阿飞，我不去。出去！啊！我突然觉得，我一个人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。那一瞬间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。